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任剑辉的戏剧人生。讲到任剑辉的戏迷，亦都可以讲是一种奇迹。任剑辉本身是女性，但是竟然同性相吸，佢所有几乎所有的戏迷都全部是女性嚟噶。咁有一部分就是女学生啦，咁但是最多的一部分啦，就是嗰啲大户人家的俏马姐啦。而更加奇怪的咧，就是有不少的戏迷啦，就是出咗家的尼姑添。咁呢啲俏马姐同埋尼姑，通常佢哋嚟睇任剑辉嘅演出啦，就必然系大位客喎。咩大位客啦？咁就系佢哋购票就购大位票嘅。咁当时大位票嘅票价啦，就系8.9。咁以当时嘅市值啊，当时个币值嚟到衡量啦。实在是非常之贵的，大家可以看看当时那些马姐通常每个月都是得30元的人工，那你说看一晚戏8.9，差不多去了1/3，多过1/4了已经，那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呢？至于尼姑的入息就更加不可而知了。但是出家人同埋大户太太一樣咁樣消費法啦，真係實在好難明白。呢啲戲迷唔會好似話而家嗰啲影迷同埋歌迷咁樣，要拉住佢哋所崇拜嘅偶像嚟到簽名嘅。嗰陣時飲者嘅戲迷，只會喺散場嘅時候守住喺個戲院門口。守住喺戏院嘅后台嗰个出口处，咁就等阿饮者出嚟。咁佢哋希望嘅就只系睇睇饮者嘅青装，咁最多啦都不外乎迎面叫一声饮者，或者最大胆嗰啲就行近阿饮者面前，然之后就拉一拉阿饮者嘅手臂，然之后细细声咁叫一声饮者。咁就係咁嘅啫，而家飲者亦都對佢哋相當之好，佢對嗰啲咁嘅特級戲迷啦，通常都係笑面迎相迎嘅。有人叫佢嘅時候，佢就含住笑眯眯嘴咁點一點頭；有人扯一扯佢嘅時候，佢亦都唔會有咩唔高興嘅表示。咁因此咧。呢啲戏迷自然就对佢产生好感啦。咁佢做戏嘅时候咧，就必定去捧佢场。咁后来佢演电影啦，咁佢哋都一样会去捧佢哋场噶。咁有人会问啦，点解任剑辉嗰啲戏迷多数都系女性噶？呢个同佢女扮男装。而且能够演出风流潇洒有关，马姐是不会嫁的，尼姑就更加不会对男子有什么表示啦。但是任剑辉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女性，但是偏偏她在舞台上面就跟男子看一模一样，那相信这个就是一个绝大的原因了。此外虽然说是这样啫，但是都还有一些女学生以她为偶像的。那这个就又是不知为什么了。任剑辉就好像一般大老官一样，跟着她吃饭的人确实是不少。呢啲人大都系同任剑辉有关系嘅，咁因而任剑辉开班嘅时候就少唔得佢哋啦。
而且呢班人其中亦都有唔少嘅系已经成名咗嘅艺人添。佢哋虽然话倒不至于要跟住任剑辉先至有饭食，咁但系毕竟佢哋都系喺任剑辉旗下嘅人物，即系跟住任剑辉做戏嘅。有任剑辉嘅班就有佢哋份，咁所以可以抽象啲咁讲一句，就系跟住佢搵饭食啦。譬如话任剑辉有一个妹，佢就系任冰儿啦。咁任冰儿就系佢嘅堂妹。咁每逢任剑辉开班，咁当然亦都唔少得任冰儿嘅份啦。咁另一个就系任剑辉个弟妇阿英丽妮啦，而另外白云龙亦都系任剑辉嘅表弟。至于情同姊妹一样嘅就系白雪仙啦。咁佢嘅女徒弟就有谭善红同埋文良玉啦。咁另外仲有一个喺粤语片里面相当之红嘅陈宝珠。咁另外作为班正家，几乎又可以当为任剑辉嘅接片经理人。咁嗰一位啦，就系任剑辉嘅胞弟阿任培啦。咁其余跟住阿任剑辉揾食嘅，就仲有佢嘅女医生阿芬姨啦。芬姨咧就一直都系帮阿任剑辉做医生嘅。咁佢就真系可以讲得系跟住任剑辉揾食啦。咁另外仲有一个男医生喎。咁其实所谓男医生就跟住阿任剑辉做保镖嗰个人，咁我哋通常就叫佢做男医生。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大王港。咁仲有当年喺澳门新星剧团嗰个柜台，咁佢哋都系跟住阿任姐揾食嘅。咁上面讲话跟住揾食，咁其实都系抽象嚟讲嘅啫。如果讲真啲，跟住任姐食饭嘅，又点止上边嗰几个人啦？实际上真系都唔知有几多个人系跟住任姐揾饭食噶啦。仲有佢哋嘅姨妈、姑姐，所有亲亲戚戚，一向都系依靠住任剑辉嚟到过生活嘅。以一个女性嚟讲，而旗下有咁多人系依靠佢嘅。以一个女性嚟讲，而旗下有咁多人系靠住佢揾饭食，或者受佢供养嘅，咁真系令到好多男子汉都自愧不如啊！跟住我哋就讲一讲任剑辉有咩主要嘅作品啦。任剑辉比较出名嘅粤语戏曲啦，就包括有《帝女春心化杜鹃》，咁系1951年嘅出品；跟住系《神妻巫嫂》啦，系1952年嘅；《富士山之恋》系1954年嘅；《洛神》1957年；《火网凡宫14年》系1958年嘅；《紫钗记》系1959年嘅。帝女花是1959年的，九天玄女1959年的，可怜女1959年的，白兔会1959年的，金凤斩蛟龙1961年的，红绫血1964年的，大红袍1965年嘅，李后主1968年嘅。咁此外，
任建辉亦都有好多电影嘅作品、哦。咁喺战前咧，佢就曾经参加过电影《神秘之夜》嘅演出。咁呢套戏就系1937年嘅。咁喺1951年啦，佢就开始主演佢嘅第一部电影啦。咁佢第一部嘅电影咧就系、是《情困舞潘安》。咁呢套戏就系阿陈皮做导演嘅。咁由1951年开始，一路去到1967年啦，佢就一共主演过同埋参演过超过300部嘅影片。而由佢负责主演嘅啦，就已经接近290部啦。任建辉主演嘅多数都系一啲粤剧嘅戏曲片，差唔多佢主演嘅著名粤剧，后来都搬上咗银幕，转为电影。譬如好似话《三年一哭二郎桥》啊，《琵琶巷口故人来》啊，《帝苑春心化杜鹃》啊咁样。另外，又譬如话1951年嘅《神妻无数》啦，1952年嘅《富士山之恋》，1954年嘅《洛神》，1957年嘅《火网繁宫14年》，1958年嘅《可怜女》，1959年嘅《紫钗记》，1959年嘅《帝女花》，1959年嘅《蝶影红梨记》，1959年嘅《白兔会》，1959年嘅《金凤斩蛟龙》，1961年嘅《红绫血》，1964年嘅《十咒严嵩》等等。咁呢啲全部都系将佢嗰啲著名嘅粤剧就改编咗，咁就拍咗电影搬上银幕。咁事实上，香港出产嗰啲好多嗰啲杰出同埋优秀嘅粤剧戏曲片啦，大部分都是由任建辉主演的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任建辉的戏剧人生，分享到这里又暂时看一看先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 RN与 RM 频道。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